巴塞罗那是哪个国家的？巴塞罗那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东北部，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首府。巴塞罗那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大约2300多年前，迦太基人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殖民地。公元前201年，罗马人在第二次古迦太基战争中征服了巴西诺，并在这里建立了殖民区，在四周修筑了城墙，成为现巴塞罗那老城区的雏形。现在的巴塞罗那既保持了古香古色的老城区的风貌，又拥有现代建筑林立的新建区。巴塞罗那是西班牙最重要的贸易、工业和金融基地，也是地中海沿岸最大的港口和最大的集装箱吉萨码头。巴塞罗那气候宜人，风光旖旎，古迹遍布，素有伊比利亚半岛的明珠之称，是西班牙最著名的旅游胜地。